小七表姐，我们再去加点菜，你难得来这么贵的店吃饭，多吃点儿。子琪，你这个叫小月的表妹对你敌意很大。我们就要结婚了，表姐你看，这是我的婚纱，大牌高定的，一件就得小10万，还有婚房、海景、大平层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男朋友非要在市里最好的酒店办仪式，我觉得太破费了，真没必要，但实在拦不住呀。挺好，挺好。他从小就喜欢和我比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忍忍算了。吃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先。别急呀，表姐。忘了跟你们说，我男朋友可是职业游戏选手，特别厉害，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比赛。我也喜欢打游戏，不然我们来一局。不叫我奶奶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刚刚是操作失误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小心你掉了。我的。又没电了。手机都没电了，你这怎么还没事啊？我这是 iQOO Z5 手机，它用的是5000毫安的大电池，就这续航能力，就算是在 5G 的安卓机阵营里面，都算是 T0 级别的了。这样打游戏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突然没电了。你能给我看看吗？这画面质感可以啊，玩这么久而且还不烫手。这是满血版骁龙778G 的配置和旗舰级 VC 液冷散热系统，手感丝滑，画面流畅，而且不用担心发烫。加上120赫兹高刷原色屏，画面更真实自然，给你身临其境的体验。不错。这个不错，我这是小七送的，你也让你女朋友给你配一个。哎呦，我男朋友又不是买不起，不像有些男的连手机都要女朋友送。表姐夫，你是不是胃不好？不是，其实他……哎，我们来结账吧，服务员买单。女士，我们顾总说了，您这桌啊不用买单。顾总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东西落在座位上了，你去拿。表姐，我口红好像落在洗手间了，你能帮我拿一下吗？好呀。哎呀，脚好痛啊！表姐夫，我跟我表姐比也不差吧？你啊！别的我都可以忍，但我的男人不许碰。